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ad Design League 妹妹设计联盟。我是呆过，我是小杨，我是阿哲。好，继续上一次我们的探索第二集。对，我们记得第三集吧，这是第三集了。对，这是第三集。所以因为第二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个红石矿，最后只差青金石。青金石，然后我们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，就是青金石其实是。青金石。其实早就找到了青金石，其实我们早就应该拿到，就是在外面的垃圾桶那边，然后就可以喝水的时候可以得到一个青金石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出来，去那边看看。好吧，你们来了，接上我们的电影，开了吗？好，我们去找一下那个门，最后的门。你刚才在那边找了一下，饿了，冲了。冲！哦，所以终于要破关了吗？终于吗？拖了好久，正常应该不拖那么久才对。卡关卡太多次了。终于，是吗？打开了！耶！成就了大门，好棒！奇怪的通道，我们要进入了。我要进入了。宝贝，那是一个黄金吗？小黑，我不用。旁边那是黄金吗？这是校长的财产吗？全部都是校长 A 来的钱。A 的 A 哦，我们到了这个校长这个 A 来钱做危险的地方。等一下，这地方超危险的，这是好累的，这验死者耶！还要喷东西吗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看问题，考试题目，重视题，每题加25分。所以现在开始期末考。防盒子的 RC 群 ID 多少？记得吗？不是251，不是2531，是记得是2531。哎，我们在记这个东西，好难啊！这个，我们来试试看一下。等一下，对，不要！我上次有去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哦，错误。还有第三个，得到了。哎，刚是拿到什么分了？我在想，第一个被喷到毒药，那个。再来中毒药。第二题，然后他只打 Wobbly Box， 打 Wobbly Box， 你看太快了。你眼睛把列把揪了。这是 Wobbly Box， 对，耶，知道了。开门，不要按太快。火焰烧不掉虾类核物，羊毛可以，雪好像不行。原木苏尾当然就是雪，对。这是最后题吗？第四题，哦，这最后题。1.3，第一个是1.3最近才更新的。1.3将会更新什么东西？第一个名可交互，可交易。这个对，这个错，这个对。哎，绿宝石有，有可交易。我记得绿宝石没有交易吧？我记得没有。这个是错的，交易有，就是可以跟村民交易，可是但是那是1.3.1。绿宝石好像是之后好像是他的村民可交，是村民跟村民可以交易，还是我们跟村民可以交易？这个有点奇怪。绿宝石啊，这有争议。我觉得绿宝石这个第一题有争议。错。十二，好像3.1版输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现在是怎样？不是，最好是。Oh my god！ 皮带。这是什么怪？这是。虽然晚上会变什么？狼人，全部都开不了啊！打爆啊！真相了，这样。这个是全部都开不了啊？什么意思？这真的是这 bug 啊？没有，开不了啊！是 bug。我们要使用绝招了，猜拳道！耶！好了，职业其实可以开啊。好了，我们可以最后一关了吗？对，恭喜考完。你获得满分，我没有满分吗？我们有答题错误的情况。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一直遇到 bug？ 我觉得是零分。对，现在就一开始的地方了。成就30粒金币，我们金币我们只有16粒。16粒，驱风达人有，我们有海绵。学生证，身份证才有，马上就掉。没有，我们没有乖学生。什么？原来只是一场梦。就肚子。没有。我的苹果，蜘蛛好像有。线被蜘蛛丢掉了。
限定掉。欸、不然还是这，还在。对，就这样。哦，这是限。然后达到五等以上。然后他说有，记得刚刚有看到一个，他说有个开关会掉，会分经验。好吧，恭喜各位过关了，期末考还是没考，主角悲剧。有人问我说，这宿舍是不是我的宿舍的样子？答案是的、哦，我们宿舍真的有地下室。还有声音吗？那地下室真的超阴，后面真的有一道门，不过通到学校厕所那就瞎掰了。至于学校的话，格局是差不多的，只是内容修改了一下，哪可能格局一样？然后在这边再次感谢您的优待，如果你喜欢我的作品，可以在巴哈留言或者回复，你的支持是我的动力。百哈记，耶、yeah, ，我们完成了。你觉得这个游戏怎么超好玩？只是 bug 好多、哦。我们遇到了 bug， 太衰了。对，超衰了。然后是个人的电脑问题，电脑问题，换电脑。对啊，然后嘞，那个门怎么过去？是我们全台黑的，为什么？哎。这里是、啊、好吧，那我们是这样吗？就结束了吧。